OK， 我今天来到一个非常非常偏的地方，这里几乎已经是接近那个东海的这个海棠的这个边缘了。所以呢，这边呢是一个物流基地，我们会发现有好多好多的集装箱，好多好多的集卡。在郊区呢，在上海的郊区呢，基本上在这些地方呢，基本上都是以物流基地为核心的。那我之前呢，我都是用菲斯的这个后背呢，是配合阿尔帕的这个相机来进行移轴的拼接拍摄。但是阿尔帕呢，它虽然这个精度很高，然后效果也很好，但是呢，阿尔帕它本身它的移轴量是限制死的。那么对于一般的使用来说呢，其实已经非常足够了啊，左右20，也就是意味着它可以横着移40，上下可以移30，那非常足够了。但万一我真的是碰到一个不够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我在很近的距离，我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广角，那即便是我用43的那个镜头呢，它可能也是不够的。而且主要是它的这个阿尔帕的这个移轴量，到那个限度的时候呢，它已经不能再帮助你提供更多的这个移轴空间了。所以呢，我就想，我在这个数字后背上，我能拼接出一张最大的可能性的这个照片是怎么样的情况条件？那所以呢，我现在今天呢，用这台阿卡4×5的这个单轨相机，我们来做个尝试。那阿卡的这台相机呢，它的移轴量就是30毫米，那么左30毫米和右30毫米，但同时它的前组也是左右30毫米，也就是说，当我把前组和后组反方向移轴，那么它同时在进行横向移轴的时候呢，它最大的这个距离呢，实际上是有6公分，就有60毫米，然后呢，另一个反方向呢也是60毫米，也就意味着它从最左端移到最右端呢，它有120毫米。那120毫米的这个移轴量是非常夸张的。然后呢，它的上下呢其实更夸张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后组的这个上下的这个移轴呢是80毫米，那它的前组有60，80+60就是140毫米。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移轴范围是非常的这个巨大。 Brota 的那只相场呢非常巨大，它可以覆盖5×7，但是呢，它是白头，它是个很古老的白头，所以它可能画质呢没有 Plana 那么好。那么我先用那只110的 Brota 来试一下我这个移轴的这个效果到底会怎么样。这个菲斯的那个后背呢，它是 M 口的后背，然后它有一个转接板是转到阿尔帕的那个接口，但是呢，阿卡呢，它又不是阿尔帕的接口，所以其实我这边是又有一个这个阿尔帕转阿卡的一个接口板哦，听上去很复杂的样子，但实际上很好用。这样的话呢，通过转接的话呢，我这个后背呢，它就能直接挂在阿卡的这个后背上面。镜头换成 Brota 的这个110的这个镜头，我们就用 F18 来拍哈。OK，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要对个焦。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标准的这个视角上面，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移轴。OK， 然后我先是后组做一个移轴，完了以后呢，先左边移2公分，就是20，拍一张，然后它最多是移到30。那么为了保持同步呢，我在这边呢就是要在右向右移10。好，再拍一张。那么这个时候呢，后组已经是满了，那么前组还能移，前组向右呢再移到顶就是30，也就是这只镜头的，也就是这个相机的最最的右边啊，最最的右边。Thank you.
但是到底我拍了多少张，我自己其实也没有数过，然后要看一下。然后这支镜头呢，它实际上颜色不行的啊，就是大家不要指望它的这个颜色，因为它是一个老白头，但是它的这个分辨率，它的像场特别大，所以我今天拿来做测试。但实际上一般来说，我可能并不会拍那么大的一张图片啊。那我回来以后把这组照片全部导入到了我的 Capture One 里面，然后把它转成了黑白的这个调子。前面说过彩色的就没法看啊，但是黑白还是不错的。然后我才发现我整整拍了快50张的这个照片，然后去掉有问题的2张，一共是48张照片。然后这48张照片我其实看出来它是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然后进行扫描式的这种拍摄，一轴拼接。那我们现在的每一张单张，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它的这个还是非常清晰的，它特别是在中间的那个部分作品呢还是可圈可点啊。放大了以后看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这作为一只很古老的老白头来说，它的这个中心分辨率呢其实还是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层次也是 OK 的。但是呢，你要把它全部拼接起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拼接的这个全景图。那么默认的话呢，它是会自己去找合适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呢，自动的进行拼接。48张1.5亿像素的这些 RAW 的这个数据量呢，几乎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这台电脑和这个软件它所能承受的最大的这个限度。转了5分钟以后来告诉我说，您拼接的全景图尺寸过大，请考虑缩小尺寸，改投射模式。我们在它的这个拼接的这个对话框里面呢，可以发现它算出来的我的这个拼接的这个尺寸呢，100%的这个比例呢是19亿7200万，几乎就是20亿的这么一个数字啊。它的尺寸呢是5万乘近4万的这个像素，但是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呢它会影响编辑，它会打开半天，它非常的占用我们系统的性能。那么如果把它变成75%的话呢，它就是11个亿的像素，50%那么它就是5亿像素，25%呢它就是1.2亿像素啊。所以呢它基本上就是这台电脑，它现在我只能用50%或者25%的这个比例呢去进行处理，而且处理起来也会非常的吃力。所以呢我现在打算把它按照25%的比例呢先导出一堆的 JPEG 文件，用这些 JPEG 文件在 Photoshop 里面进行合成，看看行不行。再把48张文件全部输出为25%大小的 JPEG 文件，然后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尺寸呢小了特别多。那我们现在呢，我是横着每一次呢大概是拍了6到7张的这个照片，我把它每一行啊把它给标记出来。然后呢，但可能不是每一行拍的都是一样多，可能是操作的失误的关系啊，基本上大概7张左右。然后呢我是先把这7张呢先到这个 Photoshop 里面呢把它合并成一张全景图啊。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试过整个48张全部扔到 Photoshop 里面，它一样是跑不动的。虽然我是只是25%的大小，所以呢我现在是一行一行的把它先拼成几行的这个全景图。那么这个全景图拼出来了以后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条宽幅啊，然后上下移轴的时候呢，我每一行都合并成一个宽幅。那么最后呢会把这一共是7张宽幅呢拼凑成这么一张最终形态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作品。
那其实呢，因为我用的是110的这个焦段，110的这个焦段呢，在这个5440里面呢，其实是一个中长焦，所以它的视角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窄一点。那么它在这个拼接的时候拼出来以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广角的这个效果，而且大家会发现左上角和右上角，其实我已经移出这个成像圈了哈。但是总体来说，它的这个黑白的这个调子，它的这个细节，然后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效果啊，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啊。考虑到它是一只古老的没有镀膜的这个老白头啊，所以呢，Prota 它在这个细节和层次方面呢，其实还是不错的。当然，和现代的为数字后辈优化的这个镜头呢，完全是不一样。但是呢，老白头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氛围感还是相当不错，光线从集装箱的上面洒下来，洒到前面的这个叶子上面，然后呢，形成了层层的叠叠的这个阴影，还是相当不错的。那这张照片，它的分辨率呢是12000乘10000。12000乘10000，但是呢，我是每一张照片都缩小了25%，也就是说，如果我这张照片是按原片处理，然后原片大小输出的话，那么就是刚才 Capture One 它计算以后得到的那个数字，就是19.7亿像素。虽然我知道这个21像素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但是我只是为了证明或者是为了揣测啊，说我能够自己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一张照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发现，最大的那张照片它超出了我所有设备的这个性能的这个天花板。以后如果真的万一碰到一个我移轴量超过了我的2帕左右40上下30毫米的这么一个移轴，数据的话，我需要更大的这个移轴的量的话，那首先呢得问一下我的这个镜头是不是支持，它是不是打影，然后呢，阿卡或者说其他的同类型的这个设备呢，有更大的移轴空间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可以做到这么一个巨大无比的数据量的，很有意思。然后我只是做一个尝试，然后告诉大家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可能性，好玩。好，所以呢，今天是做一个极限的这个测试来告诉自己或告诉大家，极限的这个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子这回事啊？那就其实就已经足够了。OK，跟大家玩了一个小东西，然后感谢大家能够收看到现在，好，那么下次再见，拜拜。